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空腹者，我是黄思亮教练。好，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呢是，如果人家冲进来要抱你的单腿的时候，你如何去抱腿，然后往后把它给滚到后面去。好，看完了我们的视频之后呢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空腹者官方网站去，或者是我们的 QQ 讨论群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现在为你们做动作讲解。当一个人要冲过来抱你的腿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你这只手就要往他这个部分顶着，在你顶的时候呢，你要往他的肩膀跟他推出去，好不好？然后同时呢，因为你的这条后腿不可以一直留在这边，否则他会把你举起来，那你就比较麻烦了。那你推这个手回去的时候呢，你这条后腿记得往后拉，所以这条后腿往后拉一些，然后这只手呢，从他的这条拱掉的这条腿哈、哦、跨过去，然后你的手这样子接，在你接完毕之后呢，因为你往后拉的时候，你要往后拉，对方呢通常会把你给扯回来，当他扯回来呢，我这条腿呢就要跨过董教练的这条腿的这一边，好，我的这条腿从这边呢就跨到这里去，好，所以我一跨，我就把董教练转到这里来了，好，然后同样的回到你的有利位置，好，你推这手伸夹着，好，现在为你们分析那个练习动作。好，你的朋友会过来要抱你的腿的时候，所以你这个你就要练你的准确度，当那个人过来要抱你的腿的时候，很快的，所以不管你是说这只手会轻推这个，不管小心哦，别把你朋友压下去的话，然后你的应该砸到你的脸，所以这个动作你这样下去，你可以连续练五次，好，五组，所以是这样这样子的动作，砰，快点时间下，把这个手轻推你朋友的头，然后动地，直接练五次，然后跟组练哈，砰，接下来这个按，这个手结合，从董教练这条腿过，好，然后看这条腿哈，这个动作呢，你们可以直接练五次也是哈。然后在倒地的时候呢，如何起来呢？这条腿交叉，你就可以直接起来，腿一交叉你就滚上来。好，同样的五次，然后休息个一分钟，练五组。好，看完了之后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登录空腹者官方网站与我私人联系。好，下一期再见。